来给他们一点掌声好吗？谢谢我们的爸爸妈妈，感谢你们的辛苦，然后我们这个好朋友好闺蜜来读书，谢谢你们。紧接着要进场的是我们今天帅气的萨克斯老师魏展老师，他带领着我们今天最幸福的男主角女主角的家华一群进场的掌声。